虽然咧在台北外口有5万的人，伫咧客户头外口5万的人伫外口，对台底咧唱歌，车内底人你有听恁的名名，传出来取后援，阮大家拢看手影，对刀郎先生唱歌。啊，这刀郎先生反正实际演唱伊是线上哦，有看无？请试下看卖下。我是唱歌给恁听，可能我二月新的这个舞台在发练习，就伫遐表演下，就用网络招呼大家听。啊，你也感觉袂歹，先给我按赞。伊线上去唱的哦，当然是传出去，全世界5000万的人在甲看咧，推荐一下5000万，你感觉可能？咱这个讲的话，就值5000万的啦。无问题。果你遐讲道理，把演唱会传出去。帮了5000万的人在看，你看咱有够无？同时间哦，几个点赞，11人，几个点赞，两个个点赞，两个，这个影响偌久？3点钟，有6个赞。好呢，好真嘞，帮了有够无？啊，大家听到伊歌感动，大家听也好，大家看也好，内底也好，外口也好，对人拢对好。从感动、感受对你好，吼、哦，叫叫刀人，叫刀神，你那是。逐渐，你看我了器官，大家对你好。你再了解是怎样？我不对你是好啊，真正是笑，不是那个笑。唱歌大家跟我笑。哦吼。那就是。我那里大汉是年薪哦，带学弟妹去到。江华叫道济产业参加晚会，这个老师会是恁发音个有3层，恁少个。啊，我有迄个机会，徛伫个课堂个边仔，看一班个。啊，内底400人坐个，内底看，陪伴恁个都无落入去内底坐。我是陪伴个，徛伫个窗边。老师来现场，两工来现场，第一工来，大家笑到欲裂个，对内底笑到外口。唱到后尾，连都帮助拢走来来看。啊，当时是咧唱啥？咧好笑，我拢有听着。啊，规个外口包包拢是人，咧看老师表演。老师就表演，大家笑到东倒西歪，有效无？嗯。那我讲感动，你有人东倒西歪，唱到东倒西歪，也笑着讲。哈哈哈。知影吼，咱老师有这能力呢，所以教父吼，只要学校是做迄个教育，要心通蛋吼。一般也无落机会，我到第二天诶，老师要走，老师一波一波互阮体会感动到毋甘，开始咧体会，过过遐久就开始有人咧哭，知影老师要要怎？啊，老师讲，我们别哭，啊，好好的修，好好的办，再过几分钟，鬼师就要回去跟老母们啊交涉，啊。啊！一面讲，我那感叹，那唱歌，啊，最后大家对老师唱歌，就一个人好干的拼命叫，就走去老师那，老师不要走。那刚刚是那在听到，老师你不要走，卡到海里那没有？不是一个是在那边嘞，规班啊3、400啊，那种好干拼命，一滴跪下来就睡。那就是老师的神力。嗯嗯。老师介绍的是神力研究，老师不介绍的，老师好神力。嗯。哦，干嘛不介绍？不介绍的，老师神力有啦。哦。无啊。啊，无人介绍。无介绍手啦，好，唔知影答无？有无？介绍是干嘛？有啦，咱唔知呢。好，我来听唱歌。听老师介绍，你不要出声吼。啊，听着、闻着就开始好了，嗯，就莫名其妙的，这个眼吼，这个神力，那个理智我容易分析，我容易控制，这人结鬼死啦，会安那，到时安，唔免笑现在，就歌尔，咱嘛是好好听个声，实际免笑歌，有人去学老师欣赏，啊，发夹吼，做夹人笑的滋味。做对人拢感受了正多安尼吼，有啥我咧在看，做对人咧，还是蛮是，哦，至少诶，真几人拢有意思，
祖先会当甲咱做去听经有关，咱就通线上上课，去上课也是有啦。线上上课。先问讲的哦，不要小看线上上课，你的九玄七祖一样被恩主会当来到现场，来到网络的世界听道理、沾佛光。对讲来分享哦，九玄七祖让来分享咱呐，这位同沾佛光。佛光啊吼，啊，咱个冤亲债主是来同沾佛光，对不对？即摆网络上课嘛，一样安尼，全部网络上课拢通安尼吗？全部会好好咧讲课，全部拢会来吗？无是啥物因缘？课堂上课、网络上课，全部会来好是？九缘七道当沾佛，啊，为啥物好好无大呢？有些一般包括有些不先佛来到沾，来到布施，在九年七祖来沾光，差别对，一个是叫做道，道，对，因为有道，先佛就有这个权柄，让九年七祖来到道场沾光，好，给的命令对不对？因为都在哪里哦？就当打开咧，就当看到，无，无去。看到，要到无数，要在，是不是？看看，就当看到吼，所以是无忧咁样。啊，过个入去无间，无尽的空间，无尽的物件，拢有到呢，无数，要在。只要咱人跳会到，咱就达到到迄种境界，顶着最上的能量。一种影响啦，今仔时咱无体会到道的赞助的，哦，所以有道的修行人，伊所表现出来、所展现出来，甲一般人无同款。嗯。但咱对于有道的人，伊所做的代志，会感觉出一点啥量，非常之强。所以这个强，就是伤害人的那种强，伊重人的那种强。比较面上是智慧的哦，是智商的啦，大化相虚，影响足侪，这是道的力量嘛。啊，这万事万个道德，因为内底看到足侪物件，是靠道德里内底，就这样。天心万物道德，有吼、哦？咱常常咧看靠感觉道理内底。钓伫外口，钓嘛伫咱遮，啊要找到去倒找？骨材、灵山、五关、灵山七山、逆心球，就对了。所以讲内底找，我是用这点来看，万事万物拢有钓，有体会着无体会着，不是看外口物件，是看咱家己有体会着，这全部物件世间万事万物内底都。一旦咱体会到，咱会当啊，赞天地之化育，哦，啊，坚定坚定，咱会当体会到的境界在处。好，第三种叫做心，心哦，那快点嘞，阿个心要搞啥？无远佛近。我即马先要走去日本去上海山，要走美国去上海山，那有限制，啊走偌远，走这么远，我若捌去过火星吼，我等下走去火星去上边边吼，时间慢一条，心看好咧，个心，啊是哪，是无间的，无限的时空，心拢走一条，这是空间，吼，啊我若捌去银河系。你敢捌去银河系？你敢捌看过银河系？捌咯，捌咯。有人去看星吼，啊，找找，呜，迄粒星就是我上爱的，啊，我要买这粒星叫我的名，叫明信星，可以吗？我给你买到啦，不然挂了，对不对？我才刚去看粒星，我喜欢这粒星，你是我心中的明星，激光，阿美山。虽然在这黑暗的天地里面，只要有你
光的存在，我就活得很安然，我就活得很幸福，对不对？嗯。一个生光的吼，会让我活较足安心、足幸福，拢是心对不对？嗯。啊，心了无？心。照做啊，因而死。好，对不对？时间嘞？这叫时间，对不对？嗯。咱个时间走时间不慢。嗯。上过去，看个上，上现在干哪上，上未来干哪上，对吼、哦。我干哪想出去啦？我想过出去啦，结果，我死啦干哪上？后世我想过结果，那唔想，我干哪想？嘿。我即摆咧修啊，我咧发钱，发啥？我变成无止境的。我看到老蜗牛是我变哪达啦？嗯嗯嗯。我变啥？贵快贵快爆，那个贵快。大神，我变哪想？我这样想咧，我看老蜗牛，我变个德中好，变个来帮助老师，帮人民有教书，啊，三平哦，诶，信书办得较好，变哪想？是咧，诶。伊唔免后世，即世我就让他想啊，就怎样让他想的吼、哦。所以，即、这个心会让走去过去，会让你现在、现在的未来。唔过想，特别激动、激动的啊，过去心，什么两个字？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三个点，哦，我拢是解释这点啦。今日另外接着，心想过去，想现在，想未来，拢卖接着过去，因为遐到存在，遐拢无存在。这个点就是哪虚幻的物件啦？你所想啥是拢虚幻的，抽象啦，抽象。这基本上来讲道理，吼、哦，当咱人体会是咱的心要安在啥物所在，啊，无想过去，啊，无想现在，无想未来吗？安尼想对吗？对。啥物叫动画？该做，自然就爱去做；该放下，自然就较放下。这个叫无执着。啊，无留伫个执念，无即个五见的赞助。当咱无即个五，咱会进入无五五的境界。吼、哦，这拢是心修的咧过程。咱的心不是放伫时间上的空间，是修，是搁伫修定的赞助。我咧讲，咱能体会。嗯。当咱的心搁离发，不发的发，发袂使。嗯。会当为发妄哭，会当破发个废弃妄食，对不对？嗯。会当安那为着得妄妄妄输，就输袂输，发袂使。迄个时阵，心到离过去。到你现在，到你未来，你根本就无想在，你哪想着？阿发、阿心、道理，我去行道，安尼当下只是安尼尔。你是个心无离时间，就是以发起来吼。我安尼做分享，啊，这个发众生的心都是无间的吼。这就是修行人，伊就是要行入。过个世界，咱即世来遮修行，拢是来孝顺，也是来学习圣贤个对。嗯。咱即条心若修了，做了对，咱着往好个世界去；做了人对，着修行个对。嗯。所以这个心吼、哦，通种种个法界，也是安尼。嗯。有做落伊叫做一念，会当做天道；啊，一念嘛，咱做地界，无讲伊个是法界啦。
这个是人啊，啊，咱若要修，是要从内底的发解嘛，是要从内面发解。真快，真快。力争上游。什么桥生了是脱离不了事情了。哦哟，你这个人还热酒。什么先洗温，菩萨的热按着去，按着去，好。我行哈，我可以课程一修。行行行行。啊，心无离过去，无离现在，无离未来，心出来在通是佛界哦。啥物是佛界？到靠咱的限制，外国咱敢知？在武汉，这粒心不够未来吼，会让武汉的空间咧拢会当走。哦，一旦咱若体会。地藏王菩萨住伫底，住伫地角旁。因为地藏菩萨住伫地角岩石。无上不在啊！哦，伊住伫天堂啊！无上不在。地藏菩萨，甲地藏高分住伫天堂岩石。无上不在。还无上不在心中。心中无在，无上不在。那是。最厉害哈！你心若是净土，大家拢净土，对不对？嗯。心若无净土，去到有情一天，只好想啥啦？过了的实在。嗯。是不是呢？哦，所以地界净土，拢是心在决定的。到要修，就习惯咱这个心，就是净土，安尼才是对的方向。是去让时间、空间把它拔掉的。把咱限制掉的，限制你就对啦，你讲对？嗯。限制你，我们就是一定需要咧，等于无求一天。这个念头是限制，也是一种，但是念佛讲来反听。嗯。就我等于无求一天，是一种限制，也是一种追求，就是你讲的体会。嗯。就甲甲迄菩萨讲，你若心内阁想要升温哦，你袂升温。到尾了尾就是你。啊，老母娘甲讲，啊，你若规头白拢要想要转啊，无停一天哦，啊，你反正来去无停一天。啊，若真正要转去无停一天，当然会当转去无停一天啦，对。嗯。啊，要看老母娘，啊，死起来咱看老母娘嘛。啊，对。哦，心若知哦，当然就看到无老母娘。咱就好来发展，当下来啊，正来无停止起，对不对？嗯。拢只有心的，即摆问下家己，来，心啊心地无停止起，也是。哈哈哈。我拍拍手，拍拍手。哦。啊，即摆心有看到，也无了也是。心有看到，无了。哇，大众也是我。大众个，哦哦，感谢。拍拍手啊！哦哦哦。我是想要给咱比喻。所以的物件，就是用想来看法了。心在，心在老道，咱就是看到老好哩，咱就是无去理解这种想通的啊。问题是咱心到了道的战场，道里面老师就是要来讲这种观念安尼，哦，这是我的体会哈。二，即马要来讲第三点，哦，咱若个是有觉醒，咱会让有我进入到无我，吼，就无所不无啦，哈。老师有甲你讲吼，信念先要对众生的虚心无明的心，拢无想就会得到啥物结果，就是无想，是就是变成无我啦，对不对？这就是无我啦，就咱进入无余，就咱无所谓之无。老师讲这是天性吼，咱的佛性，对，咱讲咱就爱做啥物物件，应该咱家己做啥物。自然的，就会让天然的，这叫做天性。所以想要得去见老母娘，想要解脱，想要得去如来天，拢是天性的作用哦。免咱起心动念去想，咱若要起心动念，动念叫我讲，我要等下要如来天，我要发修，我才知道要到，安尼拢是天性。哦。这个观念，我家就是咱来做导引，好不好？嗯。去得为观啦，咱的天气，拢无想要得着啥。
只是想啥付出，想该做啥安尼个，这个德性的一种天道，就是因为这种的信念，进入到五五的地位啊。啊，所以现在来讲讲哦，下面叫做五五的地位还是什么？哎，跳啊！哎，所以有第三段，当咱若无五的时，咱就咱做干哪？不言其道，然后得到五五的基因。咱会当有某有叔，咱会当去不言的教啊，有会去以教心吼。啊，这做侪故事的吼，时间的关系，我拢爱听唔歹听。这个叫做武训，伊是去食啉料，伊有欺负，伊就是心歪，我要去甲讨钱去食去啊，坏，要来欺下吼，狂读册要钱啉料。伊一世人用33个时间计划呢280万两，起三间学校，每一间我总有100家左右的土地来供养这个学校开销。互教育出来学生也多无？足多，人来教阮伊无？有，所以古训，伊敢会晓教生？伊有法子，爱嘛是老师，不过伊有教化教训。第二吼，这条路够钱阿妈讲过。这个捷运站，我去坐过台湾的捷运的感受。捷运的。啊，咱台湾的捷运较足客。哦，要捷运的是。看，咱们台湾的客，客来客去啊，地是四十万，五十万。没。台湾的捷运全世界公认，世界一定的。哦，一定。不是车上站，是台湾人的礼貌规矩上站。哦，站。是不是？规矩嘞吗？你安怎办？用手工做就较好嘛。医生做就足奇怪，台湾人哪会拢乖乖排队吼？遮侪人客伫捷运站袂乱嘞，会小客嘞，会小摊嘞吼。啊嘛袂讲话足差对不对？这是台湾人的公民素质，台湾人的规矩。好好好，好好好，我是怕话什么？好，这个技术，到底收到人的心态，咱干嘛要这样子？最近咱两个，咱干嘛有这样技术？哎呀，哎吼，打作多会乱，打作多会差，做有规矩，做有礼貌，这就是台湾人该有的素质。这就是修行人该有的素质，对不对？吼，无啥物呢？这免用词讲，台湾人那是自然的会晓的吼。过来，这个囝吼，去互拐过来看，伊妈妈甲放心这个囝。等伊18天，这个囝有一天醒啊，知影妈妈回来，变成幼儿囝，无爱甲袂开始讲，这个囝敢会醒？可以用啦吼，个重点是就是咧教囡仔，是用伊母爱唤醒一个动主啊，动人敢要动？唔会歹动。妈咪开始有较动起来啊？无。无动要哪动？就是无动要哪动？行动啊，行为啊，一心是一心。无动要哪动？一心一心。从一心来动，我哋再说你注意吧。哦，好，我哩啥事？你若要死啊，我若要跳，你让我跳起来。我哩死啊，有尊严，对不对？你不知安慰只要死的人，才可怜啦。伊死转或者世界做人，伊遐做志工，伊做护士的，做医生的，做干的拢到伊遐，陪伊去家己去病，去暖嘞吼。对不对？你讲实了，哎，干的拢来哦，护士拢来哦，来我第二性了吼，那我就知了。哦，啊！对你三兄弟到开始来吃着，容易吼，足侪人拢欢喜遐做志工，啥物？你记得不言志工对不对？哦，这种主义的材料，哦，是互咱超乎想象，是个好事，最好个。啊，咱老师讲，创业无为去做你匠心的代志，无为想你匠心的代志，你会晓得点无为之，哦，啊，啥物关系？这种。哦，我真感动个故事，
伊拢做平凡的啦。这个囡仔大死，大伯三去救，伊救个小朋友吼，去劝募这文章，为了百万以上的人的性命。啊，这个姚思福啊，是台湾人，伊去非洲的乌干达，去帮助遐个的妇女的囡仔，教育干的那样，实际传福音可以，度化遐人，带给他光跟希望。这嘛是主义的迄款吼，啊，伊无怨无悔做。我近代上传是咱师傅，台湾都来到台湾咧传，换课无？师傅用啥物方式来换换课？哦，说。来保护，保护那家千千万万的朋友为主。哦，就我讲。这些文章了，是师傅眼睛做出来吗？内容做出来吗？还是真心做出来？妈妈为着囝。但是勉强做出来，是我就是讲，咱全部病人个做，感觉哪会惊是？咱受挂科是我有艰苦无？一万块。自强来甲你关于台中一大所在，是三十点拢无上标，用安尼来画挂科，这是不是有缘？啊，伫个有位置个，今仔日大桥好变，就是咧。哦，啊，加上啥，教化足侪人，愿意去开放多团办公、休息，所以足侪老姐姐、姐姐这样子，伊拢去有师傅教方便，大家拢笑啊，师傅的精神，帮世界各国去开放，哦，即个做结论，哦，今仔日看我就是用咱这老师的做，那做些建议，放下是修的是功课，放下心内的恭敬的心。这位治疗的地方，稻苗扎身哦，稻苗扎身才能成大树，才能性大树，辟邪消疫。再一个稻苗扎身，富有稻的赞助，咱来去体会去了解。当咱心内有稻，咱就自然咧达到无为的境界。哦，就为了发展心性的智慧，当然咱来。消化就是啊，啊，无我讲到这，啊，考虑分钟时间，请同仁做挂啦。啊，若讲了几个所在，啊，请询问下这，啊，请你父亲多点多多一点，啊，给我支持，谢谢。请坐下，